比赛开始了，希望双方今天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。嗯，在后场用滑铲抢回了球权，直接打门，门将没有给对手机会。这个角球直接传到了禁区中央，这个解围不是很彻底，危机还没有解除，门将轻松地做出了扑救。干净利落地把球断走了，双妹子往上拿球，一脚打门，防守队员阻止了这次射门，王双转给了张睿，又是他站在了正确的防守位置上。裁判判罚进攻有利，看这脚射门，很轻松的一次扑救。唐佳丽，他们没能控住球，裁判鸣哨示意犯规。王珊珊，球被踢出来了，但飞得不远，对方还能组织进攻，危机成功化解了。现在就要看传球质量，传球队员可能眼花了，看错人了，还是想通过传球啊寻找机会。裁判给了任意球，好球，门将把任意球攻门扑出来了。哎，他心里非常清楚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来球，聪明。角球开向了禁区中央，没有特别好的机会。任意球本来是给了个有利原则，但是裁判最终还是决定吹回来。唐佳丽，姚伟，哇、哦、这球要是进了就太漂亮了，没有人想到他会在那么远的地方起脚。哎，运气还是差了点啊，稍稍偏出了球门。是，球在拼抢中出了边线，看看是谁碰出去的呢？王双，张睿，机会来了，这球居然没进，他能错失这种机会，哎，这可不常见呐。就是啊。达尼·布伦亚·斯多蒂尔，我不得不说哈，这波传球非常漂亮。有机会，别浪费啊！我们看这球还是被门将扑了一下。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解围，本来是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啊，还好他出脚很快。看看他们能不能通过这个角球打破场上的平衡，取得领先。这个解围可能是踢姿了，警报还没有解除，
脚不听使唤了，直接倒向了观众席。达尼·布伦亚·斯多蒂尔，拿球的是斯文迪斯简，没办法，越了一点点啊，那也是越位啊。哦，这种在后场的丢球很危险啊。娄佳慧，比分虽然是平局，但是他们给对面的压力一点都不小啊。这个位置啊，已经具有一定威胁了。刚才还觉得他们的进攻很有机会，但比赛场上真是变化万千啊，形势瞬息万变。挑传打一个过顶，力量没控制好，这球必然是门将的了。视野很开阔，防守队员这个抢断的时机啊，把握的真的是很准啊。双妹子王双拿球，王珊珊接到球，在自家禁区重新拿到了球权。绝佳的反击机会，好机会，球进了，打进了本场比赛第一个球。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这一次精彩的二国一配合，最后的这脚推射更是漂亮，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。比分现在变成了1-0，补时只有2分钟，漂亮的转移，看看这次进攻啊，队友上来了。刚刚我们还在分析进攻中展现出哪些技术特点啊，结果这马上对方就断球大反击了。当着主裁一声哨响，比赛的第一个半场正式结束。让我们回到比赛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表现，这次是中国女足开球，充分利用了场地的宽度，张睿达尼·布伦亚·斯多蒂尔进攻推进的很顺利，来到了危险地带，很好的一脚穿越球，防守队员成功解围。唐佳丽传给了王珊珊，其实这脚球差的不多呀，很接近了啊，我能感觉到他们距离进球不远了。有球员要上场了，这次进攻啊推进得很不错，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。
我们刚才啊也分析了，说这次进攻啊本来是很有希望的，但你看还没分析完，对方就抢到了球权。漂亮，他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？选择打门，没能打穿防线，被挡住了。直接把球罚到了禁区里，这是传球失误了吗？射门挡住了，危险还在。他们熟练的倒脚真是精彩啊，好抢断，直接化解了危机。王珊珊把球送到了禁区，成功救险。他没有将球传出去，选择了继续自己朝前盘带。没问题了吧？门将这次飞扑相当见功力啊，他们对阵容做出了调整啊。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，飞向了球门前。这个头球啊，应该是没顶正部位，这头球攻门绝对算是非常勉强了。哎，这样看来的话，对方的防守目的其实是达到了。哎，就算我争不到落点，我也不会让你舒服。姚伟，他们成功的断下了皮球，抢回球权。张鑫晃过了防守队员，非常漂亮的穿越球，球进了。比赛回到了平局。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，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，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，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，他都完美的应对了，找到了机会起脚射门，比分被扳平成了1-1。给了对方一个界外球，詹森，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。漂亮的拦截阻断了对手的进攻，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。防守队员抢先把球破坏了，他们的反击啊胎死腹中。这次反击的质量很高，最后的打门对球门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这样的反击真的很具威胁，哎，应该引起重视。必须。看看张睿的处理，这球该有了吧？漂亮，球进了。来看看进球的回放，让他在这样的距离拿到打门的机会是必然会受到惩罚的。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，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。没错，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。压迫对手取得效果了，对手犯规获得任意球的机会，
这个时候他们要换人了。这球传的啊，队员平时这个训练有待加强啊。好机会能锁定胜局吗？怎么打门能打成这个样子？哎呀，是不是距离门将太近反而有些犹豫了？可能吧。再过五分钟比赛的常规时间就要结束，不过只有一球的差距，对手仍有扳平的可能。詹森，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他们能把握住这次进攻的机会吗？这个犯规动作太不小心了，这可能会被罚出场外啊。裁判是直接出示了红牌，这个球啊应该没什么争议。是的，破坏了明显的得分机会，红牌是正确的判罚。他立功了，封堵了对方在禁区边缘的攻门。张鑫，他还在继续盘带，同时也在观察队友的走位。进球良机啊，漂亮！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。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-1。队友正在禁区附近接应。安全球交给了门将。门将把球击出了横梁。